我是中国公民、北京市民、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。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北京大学数学教授安金鹏先生的一篇文章。这篇文章我劝所有的年轻人都要认真读，读了之后要认真想一想，他怎么能当数学教授？他怎么学习这么好？他用什么样的毅力在学习？我劝所有的这个男性观众看完了以后，把这篇文章推荐给女性观众。啊，特别是做了母亲的人，让他看一看这儿子有多出息啊！做妈妈是多么幸福。1997年的9月5号是我离家去北京大学数学研究院报到的日子，炊烟一大早就在我们家那个破旧的农房上升腾，母亲在给我擀面，这面粉是母亲用5个鸡蛋跟邻居换来的，端着碗，我哭了。我搁下筷子，跪到地上，眼泪一滴一滴的滚落。我们家在天津武清县大有房村，我有一个天下最好的母亲，她今年47岁，名叫李艳霞。很多人看这个电影都知道李焕英是吧？李焕英她有一个女儿，贾玲出了大名了，现在又把她妈妈拍成电影，但是。这个北大数学系的教授，他只能写一篇短文。哎，我们这安教授说呀，说我们家太穷了。我生下来的时候，我奶奶就病倒在炕头上。4岁那年，我爷爷患了支气管哮喘，还有半身不遂，家里欠的债一年比一年多。等到7岁那年，我上学了，我们家的学费是妈妈找人借的。可是我发现，自从我上学以后，妈妈反而不爱坐在我旁边看我念书了。时间一长，我明白了。我越是懂事儿，他越是伤心，于是他就不再看我用捆着小棍儿的铅笔头写作业了。不过妈妈也有高兴的时候，那就是学校无论是大考小考，各种各样的考试，我总能名列前茅，而且数学成绩总是满分。在妈妈的鼓励之下，我越学越快乐。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比学习啊读书更快乐。1994年6月。我被著名的天津一中破格录取了，我欣喜若狂，跑回家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当我把这个喜讯告诉家人的时候，他们的脸上会堆满愁云。晚上，我听到了屋外有争吵声，原来妈妈和爸爸吵起来了。妈妈想把家里那只怀上军儿的毛驴卖掉，好让我上学。爸爸坚决不同意。他们的话让病重的爷爷听见，爷爷。一着急，竟然离开了人世。我们家安葬完了爷爷，家里又多了几千块钱的债，我就再也不提念书的事儿了。我把录取通知书塞好，放到枕套里，每天下地帮妈妈干活。过了2天，我和父亲同时发现小毛驴不见了。爸爸铁青着脸问妈妈：“你把毛驴卖了，以后盘庄稼卖粮食，你用手推啊，你用肩膀扛啊？”你卖毛驴的几百块钱能供金鹏念一个学期啊，还是2个学期啊？安教授说，那天我妈妈哭了，她用很凶很凶的声音吼爸爸，说娃儿要念书有什么错呀？金鹏考上市一中，在咱们武清县是独一份儿的，把娃儿的前程给耽误了，我用手推用肩扛也得让他念书去。后来上市一中之后啊，有一天，那是秋天，我回家拿冬天穿的衣服，结果发现原来80公斤重的爸爸脸色蜡黄，瘦得皮包骨头，躺在炕上。爸爸得了肠息肉，医生让他尽快动手术。妈妈准备再去借钱，可是爸爸不答应。爸爸说：“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你只借不还，谁愿意借给咱呢？”那天邻居还告诉我，说我妈妈用一种原始而悲壮的方式完成收割，她没有力气把麦子挑到长院去脱粒，也没钱雇人呢用脱粒机。他是熟一块割一块，然后用板车拉着回家，晚上在我们家啊院子里铺一块塑料布，用双手抓一打一把麦子啊麦秆，然后呢在大石头上摔打脱粒，3亩地的麦子啊就靠他一个人割打，他累得站不住了，就跪着割，膝盖磨出了血。邻居没说完，我飞奔似的跑回家，我哭着说：“妈，我不念了。”当然后来还是妈妈最终把我赶回了学校。爸爸的手术最后也是借钱做了，只是家里的债务
顶了天，整整25000元。我妈妈居然有办法让我安心把书念下去。妈妈为了不让我饿肚子，每个月她步行10多里路去批发10公斤的方便面，方便面那个面渣儿给我送到学校。每个月底，妈妈总是扛着鼓鼓的面袋子步行10里路到大沙河乡车站，乘公共汽车来天津看我。那个袋子里边除了方便面那个渣子，还有妈妈从6里之外的安平镇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，那是给我做演算的草稿纸，还有一大瓶黄豆酱，辣的，还有咸芥菜丝儿。我呀，当时是天津一中唯一在食堂连素菜也吃不起的学生，我只能顿顿买2个馒头。可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，我总觉得妈妈是一个向苦难、向厄运抗争的英雄，做她的儿子，我无上荣光。我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，第一堂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。老师一口流利的口语和同学们熟练的配合，我觉得自己差距太大了，完全不是我在乡下的中学里面听到的英语。母亲来给我送钱的时候呀，我给她讲了，我说英语呢可能跟不上，这种忧虑。谁知道母亲竟一脸笑容的回答我，妈只知道你是个能吃苦的孩子，妈不爱听你说难，因为一吃苦就不难了。我记住了妈妈这话，我有点口吃。有人告诉我说，学好英语首先让舌头听自己的话，于是我按他们说的那个方法捡了一块石头含在嘴里，然后每天拼命的背英语课文，石头跟这个舌头磨，有的时候血水会顺着嘴角流下来。半年过去了，我的英语成绩期末进入了全班前3名。1995年初，我报名参加了天津一中奥林匹克学校的预备班，选修了物理和数学。一年之后，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，并且就获得了这个项目的1等奖和数学的2等奖。我要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的物理奥林匹克赛，拿了一个全国的1等奖送给妈妈，然后又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物理奥赛。谁知道成绩公布之后，我的愿望落空了，我仅得了2等奖。尽管这已经是天津市参赛队员当中最好的成绩，可是我要报答母亲，这成绩太轻了。1997年的1月，我在全国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当中满分成绩得了第1名，顺利入选国家集训队，并且在1个月的集训当中取得10次测验总分名列第一的成绩。为了准备这2科的奥赛，我已经大半年没见到妈妈了，所以我飞快跑到邮局给母亲报捷，妈，我入选国家队6名队员中唯有你儿子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，是首次参加全国数学奥赛便入选的队员，还是满分呢。我在回天津做准备啊，准备去阿根廷参加国际数学奥赛的时候，收到了母亲托同学转给我的200块钱和1张字条。妈妈为你自豪，要谦虚，要为国争光。捧着这笔巨款和纸条，我哭了。按规定啊，他付阿根廷参加比赛报名费和服装费统统自理。那天呢，我和同学聊天，班主任和数学老师来了，他们是受学校委托来检查我准备情况的。他们看到我穿的那一身颜色大小不协调的衣服，然后就打开储藏柜帮我选衣服。班主任指着我那件袖子接了2次，下摆接了3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罗补丁的汗衫背心。老师说，金鹏啊，这就是你的全部的衣服啊。老师突然哭了，我一下子不知所措。我忙说，老师，我不怕丢人的。我妈说，她从村里口老先生那儿听说过一句话，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不在衣服。最终出国的服装费是天津一中帮助解决的，我带着满心的感激。1997年7月25号飞抵阿根廷。
7月27号正式考试开始，从早晨8点半到下午2点，我们要做整整5个半小时的试题。第二天的闭幕式上要公布成绩了，首先公布的是获铜牌的名单，又公布获银牌的名单，最后金牌名单1个2个，第三个是安金鹏。我喜极而泣，心中默默地喊：“妈，你的儿子成功了。”我和另外几位同学在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得金银牌的消息，当天晚上，中央电视台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出了。8月1号，我们回来的时候，中国科协和中国数学协会给我们在首都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。这个时候，我却想回家，我想尽早见到我妈，我要亲手把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。晚上10点钟的时候，我终于摸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门前，母亲把我搂在怀里。我把金牌挂在母亲的脖子上，母子俩畅畅快快地哭了。8月12号，天津一中礼堂座无虚席，全校师生都在这儿为祝贺我获得奥林匹克金牌。我的母亲，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妇，和市教育局的领导和天津市著名的数学教授们坐在主席台上。轮到我发言的时候，我没用讲稿，不是我不慎重，而是我满肚子的话要说。他们用纸是记不完的。那天我说了一席这样的话，我说要我用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，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。她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可是他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是足够激励我一生。母亲经常对我说：“妈没多少文化。”可还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：“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。”你要是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，那咱们天津、北京的大学由着你考。如果说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，那我要说我的妈妈，农村妇女的妈妈，是我人生的最好的导师。这个文章其实平铺直叙，但是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，我感动，我感动的老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。现在安金鹏已经是北京大学数学院的教授了，他当然是在为培养更多的人才努力。让我们祝福安金鹏，也祝福安金鹏的母亲。有人可能会觉得司马南这老头是不是脑血管软化了，怎么这种事儿让你那么动情啊？不瞒各位说，安金鹏他的这种贫困生的生活呀，我是有体会的。我在自己没成年的时候，父母都去世了，所以我这辈子完全靠自己。谁对我好，给我一块饼子我都记着呀。我别的不说吧，就说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哈尔滨道里区通达街50号上大学。我们班主任叫卢永康，报这个家里边收入，我们家没有一分钱的收入，因为父母不在嘛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我还带着妹妹。我妹妹那时候呢是刚上中学，所以呢我永远记着我们学校团委书记刘北林，我们的班主任卢永康，大家都很照顾我。我妹妹就住在女生宿舍，我评的当时是最高的助学金18块钱，后来涨到21块钱。那时候我在学校里我是最贫困生，其实离家没多远，但是因为没钱回家，所以寒暑假我都在学校里边。学校安排给我们做工，干点力气活。我那个时候呢还找到了一个比较收入略高一点的活，就是帮助印刷厂刻钢板。我能用一个寒假呀刻2本书。刻钢板今天很多80后90后已经不知道什么东西了，就在蜡纸上写字，所以我写字有点基础。后来我能当书法老师，都是和那个时候的功夫分不开。在一个假期里面，天只要能见亮，我就趴在窗台上刻写，直到晚上那个亮一点都没有了。当时我试图借一个台灯，没借着，有一家人家呢，是我说想借台灯用一下，人家没借给我，所以我就完全靠自然的光亮，从就一分钟都舍不得耽误，啊！我那时候刻钢板，一本叫《中国经济地理》，一本叫《世界经济地理》，不但把2本书刻完，而且还完成插图。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带着妹妹读大学的只有我一个人，
所以我永远感念母校。所以作为贫困生的经历啊，你对人世间的很多事情，因为你穷嘛，所以你其实会比较敏感的。啊，比方说同学说下馆子去，我从来不去，因为我没有办法啊回请别人。那同样，你在学校里特别贫困的时候，别人给过你半斤粮票，别人给过你五毛钱，这都是要感恩戴德一辈子的。贫穷是个伟大的学校，这个伟大的学校教会我们的是，你在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，当你呢像一个土豆一样平凡，像一个石子一样平凡的时候，谁会有一份发自内心的善意给你？其实社会是比较冷漠的，有些人冷漠的连一个温暖一个善意的眼神都不会给你，他鄙视你。但是也有很善良的人，那些善良之辈往往都是一些最普通的老百姓，而且居高临下的家伙们那些表示，那在我那种状态之下是可以体会的很深的。所以安金鹏同学，安金鹏教授在北大数学院里面，他从一个贫困生最后呢变成北大教授。我就从贫困生变成一个北京东城区一个退休老头，我这辈子没出息啊，没有金教授那么有出息，但是我们同样上过贫困这所大学，正如高尔基一样。一个人在你一鸣不闻的时候，谁对你好那是真好，当你掠得江湖薄名的时候，人家天天请你吃饭，对不起啊，吃不下去了，能不吃就不吃。茶馆里有句台词儿叫做，你说呀，年轻的时候想吃花生豆啊，没有，今天有花生豆了，可谁还咬得动啊。所以这期节目与其说我们讲了个励志的故事，不如说我讲了一些人情世故。与其说我们在没有父母替我们遮风挡雨的时候，我们完全靠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立足，需要那么一种精神，不如说呢在社会上主要还是有温暖，人间还是有真情，尽管微不足道，但是正因为那些微不足道的温情支持我们走到了今天。安教授他是幸福的，因为他有父亲有母亲。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下期见。